全部都打倒。你们谁用那个吗啡钉的别用掉啊，这儿能找到解毒药。船上有，船上的宝箱里边有，我不知道他下毒没，那个鸦片钉。我记得这儿还有俩呢，我得砍那只，砍那只狼。他妈不出鸦片钉有点倒霉啊，就跟摸那个东西，摸那个骷髅不出骨头一样，没皮，我操！我中毒了，我得找个鸦片钉，兄弟，我是船长。OK， 我被医生扎毒了，我找个鸦片钉，一个鸦片钉就行。有吗？没有是吧？没，这边医生包被包了。那我应该是死了。来，你来这里看，能先别能待着吧，做不了，你在U2待着，包一下这个医生包。船长死了吗？船长没有，我需要个鸦片钉，我还能活。我在里面烤炉子，我没温度了。我有。你往我这儿走，给我扔给我，我还能活。来废船，来废船。这你扔给我，我还能活。我废船，我起火了。我试一下啊，还有一丁点希望。我操的！一会儿你把这那两边的煤搬了吧。行，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。我刚给你开的那个鸦片钉，我血比较少，我这温度有点低。不是六个千块的，活下来不是毒针，回血了就不是毒针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只要回血了就不是毒针，毒针不回血的呀。你只要看到不回血，你就知道你死了，那必是毒针。基本常识你得知道一下吧，同学。
没事的，哎呀。你他妈能穿墙打人呐？搁这玩赖皮鬼子的历险记呢，我操！这鬼他妈穿墙打人的，这他妈赖皮，我操！吃两波鬼开波物行吧，我觉得又没放其他人，我也没死，把五个煤带回去，其实五个煤有点多余了，搞点钉子是真的，又撞船了，喂，船在哪儿？船有声吗？喂喂，前面，把自己车子保了。船长，带点铁回来。我这里摸到一个铁。行行行。我先弄两个煤，把船往前开一点嘛，这位置太尴尬了。OK， 好好好。这位置太尴尬了。厨子还在吗？厨子，厨子好像没在。厨子，我想吃个肉。有有有，我藏的有，我藏的有，我藏的有。你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我就在这儿，我就来一个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拿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好吧。今天玩的第一把就是了啊！我操，这医生已经被剁在这儿了。谢谢刀刀乐火668老板送的黄卡，感谢仰望星空送的黄卡，谢谢明义学长老板送的黄卡，谢谢雾禅空老板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肥大玩高和大什么来着？吃上，把木板也先放上吧。这有东西吗？看看。
不是我吧，放我太浪费了吧。应该没不会叫你关，叫山上的吧应该。医生两条命全死了，哎，医生没死两条。对对对，没，这还有一条命。咱还剩几个人？不知道啊。船上没人了吗？船上是厨子，牧师是好人，牧师不在，然后我工程师没人了。牧师没玩过，牧师没来玩过这个游戏。我直接引了，我直接引了。引吧，兄弟，不引不行了，直接引吧。你们远程拿石头砸就行了。啊，我有两根箭，我有三根箭。死了！你们拿箭。搬吧，我俩保你。我没温度啊，最好是导航去。我来走。导航移动速度快嘛？我在门口帮忙起几个火堆。我现在是温度是零。开始了。谁这什么开什么了？这烈日，就你导。有古刃吗？船长搬吧，我血真不多，我能保你，我有枪呢。船长搬吧，没事，俺俩保你。船长搬吧，先别给你起火。要去前面。先走网，先走网，过不了。走了，这不等不了了。我两条命，我等会可以自爆。OK。船上如果没告急的话，我等会儿可以自爆一声。要两个火堆放一块儿，兄弟们。没事，这还没那啥，还没黑，去前面升了我。而且我稍微回了点。帮我接下轨，我能帮啊。我可能要帮你们一起打了。
好像没问题。兄弟们，拔下剑，马上过来。你剑还够吧？我八发应该差不多。应该够够够，八发可以。你问一下船上是厨子吧，不行的话我再回去跟你们一起上船。哎，厨子还在船上吗？船上有人吗？有可能那个。你射一下，你射一下吧，兄弟，你射一下，快快射一下。直接打穿了。怕始终的抛物线太差了。倒了倒了，继续下野往出子死万了，甲美旋转。我兄弟，你是真的多少有点菜了。这是领航员还是谁啊？我领航员。导航放船。我记了，开船就行了。那边的把那关掉。船长室的火炉点着。我得先点火炉，不然我活不了。对，你两个人踢着开，轮流开。刚才那个门关的太那个难受了，兄弟。没事。你为什么不看底下的呀，好兄弟？往前开，兄弟，再全那个有人开吧，我贴没了。我再开五个胎，你直接贴吧。我有根针，我直接扎自己了，直接开吧。我能，我那个热度满了，我就来换你。Okay, 我刚满了，我来换你吧，行不行？要换你吗？三个人轮流开，行了。我满了。三个人轮流开。厨子，你去考。等一下，我还能冲一下。你先考一下，你先考一下。你俩先考一下。这你妈还想抢我的分？畜生，不是人！我操！我得把我的分拿回来。这是我的分，我操！我你妈炸了！你没了，跟我说，我直接上去。这我的分我不能给你们。感谢校园狂少羊腿，谢谢羊腿大老板送的10个狂物卡，感谢羊腿大老板，老板大气了，谢谢老板。你们拿我的分，关了我麦关了，我早就关了麦了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开个任务，今天任务还有一次吧，今天还能做三次任务，把任务先完成，先把任务完成。啊，一个荧光棒参与抽奖活动，大家可以点一下，反正就只有1毛钱，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。这把牧师全程没参与，工程师死了。狼最后互相责怪了，说你刚才玩的也太菜了。啊，牧师全程没参与这把游戏，他是个好人。猎人跟医生，猎人我没见过，猎人跟医生。让我玩牧师。厨子是妹妹吗？不是。开船了。你好呀，妹妹。这条船啊。你是哪个？不知道。出发呀。我是猎人，可以贴贴吗？我不是你流氓，我只是想贴贴。我要是坏人，我才能打他们。我又不是坏人，我怎么打？这把拿坏人的概率应该有60%吧，有60%的概率。别扯呀！没掉，没掉，等一会儿。没掉吧？房主说掉了的单车。我的房已经一星期没有站过。
别奶，别奶，真的，信我的，别奶。还有一次，我不听，我一。还有一次完成徽章任务。没有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这局玩好人没了呀！我操，够能进来，能进得来不？被人爽了呀 ！OK， 除非有个妹子是个 是个坏的。太惨了，没玩到狼太惨了。哎呀，本来一手好牌打得稀碎，这把没玩到狼是真的惨。两队同框了一把，拿了个嘚三，我去。哇，赢不了，扔了吧，扔了就能赢。陆宝、这抱抱、子熙、滴滴答答滴。你这表情咋发的？他为什么厨子能发表情呢？嗯，歪嗯歪。佳佳布鲁根是那个呀？啊，佳佳布鲁根，知道是什么？这边一看就坏逼，我靠，这头像。就那个红凤白凤，你看谁都想坏逼。反转半圈那个。对，佳佳布鲁根。反正半圈按脚，脚脚不露根，啊，该吧。哎，去吧。这怎么还有人给我一刀呢？有刀的只有医生和厨子。就是他们俩其中一个，看谁在我后面呢？跳你就跳，为什么给我一刀？医生在我后面，我检查一下刀来。医生把刀拿出来，我看有没有血。拿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没有厨子。好家伙，厨子的刀。有没有你的血？好像就是医生。你好像被忽悠了。分给你，分给你，不要来往，对吧？分给你。这女儿的。哎，我不必，我平推，我平推医生，给给给。还我，还我，还我。还你，还你，我就平推。这女儿的是个弓箭手啊。不是什么人，他是个弓箭手。我跟你讲，我肯定好啊，都想冤枉厨子的人。那没有，那没有。抓毒针喽！你拿到就是缘分，扔给你。都在枪手要真吗？枪手，哎，嗯，打球了。我现在啥事？再想挖这箱子，万一有人死了，我这钥匙赚一千分呢，是吧？万一有人死了，钥匙直接赚一千分。我要做冰镐去拿冰去了，白白不是拿煤去了。来，每天可以回家跟我的厨子妹妹贴贴。贴贴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贴贴？你跑了，跑，我不想一个人。啊，哦，中心岛不打，我要去拿煤。什么叫贴贴？有人知道吗？什么叫贴贴？恶心心啊！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贴贴，我操！要吗？给一只。残血了。你们打的字我看都看不懂，我是不是跟你们有代工啊？什么贴贴烧鸡什么乱七八糟，看都看不懂。我感觉我跟你们有些代沟。我看不懂呀，你们打的确实看不懂，你们打的什么意思了？
兄弟出个毛皮，玩个小熊背包，有没有可能？这游戏剥皮就是浪费时间，我操！真的，剥皮就他妈浪费时间。没人死，我本来想钥匙留着救人加一千分的。你说滑稽吧，这局没人死，我中间火都升起来了，中间他妈连火堆都烤起来了，这么屌的。蹭一个，蹭一个，火堆蹭一个。哎，没毛皮拿两个金剑，我操，跟傻子一样，真的，没毛皮拿两个金剑跟傻子一样，不用吃厨子的肉了，自助餐，自己搞定。船撞了，摩天艇，妈，没出狼皮的话，我这把是低分小子了。狼呢？厨子还在那老老实实的剥肉啊。中间箱子我是一个没挖，我就直接扔掉了。别叫我来接水，我没有没了呀，烧完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这局乱玩了，我就剥，一定要出一个小熊背包。我这局乱玩了，我要出个小熊背包。不出小熊背包，我就把这个狼全剥死。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，都是这么说的。大佬，大佬带铁回来，猎人带了五个铁，还带了木板，还带了三块肉，我自己吃，你自己做。平推吗？对，平推，我带了四块煤，来来来，来那个先修船吗？我先搓钉子。嗯，搓两个，还差两个就够了。在工作台里头。嗯，我去修。你修吧，我把我的肉拿回来。两个钉子不够啊！我去垫，两个不够再搓，给你铁，你自己搓。够了，我去垫煤，我先抬你。明天我去那边那个冰山拿煤。这个工程是新手还是？工程是一块煤没交过啊？工程带三块。四块煤，往前提提，往前提提。工程带三块，然后摸了草药，我没太懂。工程跑了，人呢？啊，等一下，一三一三六块煤，等一下。算了，我能干。医生六块煤，好家伙！对，医生。你我该慢点，你快快快！你转职工程吧，厨子吗？能碰到厨子吗？厨子在。该慢点，快快快！他冻死了，我操！他们先吃，让他们先吃，我不着急。我可以坐下面。来个人前面看一下，我截图。那我吃了，兄弟。我去帮你看，你相信你带这么多煤，我相信你。我三桶煤，兄弟。执行，没问题，执行没问题。我有个桶是空的。对，执行没问题。除了没了，主要贴了先吃毒。我有肉，我带了三块肉，我猎人剥的。往左一点，快点，往左，兄弟，往左，往左，快往左。打了，我就打了，往左打了。你没有，你也得往左。OK。打。你就往左打死就行。要吗？牧师没拿走吃。牧师在前面帮他看船，别胡说。我在前面帮他看船呢。饭桶是吧？谁吃了四块肉？谁？六块，他四块肉就离谱。我四块肉，我自己嘎的肉，有什么问题吗，兄弟？你冤枉他了。我以为你把他的笨肉拿了四块走了。加煤，加煤，一身加煤，一身加煤，来块肉，先给船长来个肉，加煤，加煤，来个肉。我去那边冰山拿煤。来个肉，来烧了。昨天晚上谁没回来呀？
工程领航员没看到。工程和导航是吧？导航。工程师、导航员、猎人应该是去最。Okay. 哎，猎人在的，猎人就是你。OK。剩下全是好人，来，我去冰山拿煤。扣砖。嗯。我三个桶还能是满啊、哎！我三个桶还能是坏人吗？这三个桶肯定没毛病。小熊背包做好了就是爽，掏东西从来不用担心格子又没了。阿文牌小熊背包，品质高，用的爽，谁用都说好。我上去会不会吃狼啊？我在想，我上去会不会吃鬼啊？猪皮背包很贵的，你以为猪皮便宜啊？你这人小孩又不懂了，真是又不懂事儿了。猪皮背包很贵的，你搞得好像猪皮背包很便宜一样，贵得很。我操，这船你们跟导弹一样，糟了，船都开到那儿了。领航员拿狼的几率真的好高啊！领航这个角色做狼几率真的好高，主要他那个脸一看就不像是好人，那个脸看上去就是坏逼脸。再搜一下有没有漏的。哎呀，这把分不分无所谓了，打牧师们把自己搞爽了就行了。打牧师不得把自己玩爽了？你看我这包多丰富，我操！我这包是真的丰富。丰富之包，去船上坐吧。上船了，上船了。我这位置回不去了。回得去，你从那怎么会回不去？肯定能回去啊。啊、他们应该是叫的小镇的那个，我去搬他们。不是叫的我们。这船长，你要去小镇吗？谁死了？因为他们也。哎呀，狼死了！我的天。这边叫了。工程师死了，工程师死了，狼死了。工程死了。好家伙，你怎么死的呀，工程？他被好人给打了。啊。我带了木板回来，还有铁。救不了，工程师怎么救？他妈是个狼。没拿到煤，左边的那个被医生拿了，拿的确干净。他们小镇回来会带煤的。是的，我一个船长，我到处找煤找不到的。他们。那我也去小镇找吧。刚刚放完一波鬼，问题不大。可能是谁呀、啊？厨子好像。伐木小岛有人拿吗？我去拿下伐木岛的。放出来，他有临界行走的呀，放出来临界行走会自动冷却的呀。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，你个混子！岛中间的煤拿了也没烧啊，有人拿煤回来吧？没有。中间岛的楼顶那个那个架子上没拿了吗？那两块跑过去太远了，兄弟。我去拿吧，我这个船长我都拿不到煤，我操！我就怕做了剑没人让我打我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把左边那只熊给宰了。
我没事干了。杀熊了，那熊很笨的，我把它宰了。没事干了，我闲着蛋疼，我没事干了，我就把这只熊给杀了嘛。好了，这熊笨得很，我操！是啊，那工程师都进去了，我没事情干了呀。我你妈不杀熊了，我杀工程去了。那肯定的，都拿没了吗？对呀，拿没个。前面谁啊？工程师，工程师在你边上，打他呀！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是那个失恋工程师在前面，看到没有？我操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这种射喊，这种射喊。射了两箭，射的，射中了两箭。回去了呗，我操，我翻不了门，你们弓箭都射了，好不好？倒了工程。倒了是吧？没有死，牛啊！我在这打了一只熊，那熊不知道去哪了。我打了一半，我看工程师溜出来了，我就打他了。走走走走。熊呢？他们他啥也没有啊？在哪？啥也没有。工程师死了，工程师被他补了一箭死了。嘿，我操！我熊呢？工程死透了，工程死透了，工程死透了，两条命都没了，我杀的。传的，传的，传的。呀！船上的人说句话，来，船上的人。工程师被我打爆了，那女的说他杀的。算了，我不跟他理论。哎呀，我要被动物死了，医生有针吗？一丝血了。我有，我有，进船，我给你打。牧师有三根好针。来来来，进船。厨房门口，厨房门口。快快快，厨房门口等你妹子。好嘞好嘞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开心吧？饿饿拌饭，妹妹饿饿拌饭。哎呦我操，饿饿也好，管你妈！我把木板扔地上，把铁扔地上，行，这不怕炸了，随便炸。铁的剑直接丢的，哎呦我操！我真的有三块肉，这三块肉还没煮呢。完了，我冻死了。啊？冻死了？能救吗？在哪儿？中心岛，我靠！有人来抱一下我。救得了吗？中心岛，我来来，我接你，我接你，我接你，我温度都满了。不要吃饭，来厨房。中心岛，中心岛。快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在开船吧。谁家的没啊？船长，你家的没啊？不是我家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家的，也没鸦片机。加了没说一声，都没人开船、啊、我。没关系，有的是没这个。来，有没鸦片机？就没开了。有。给你加个针啊！给你加个针吗？我不要针，我不要。来、你不要针，你要鸦片机干嘛？解毒啊？这里也铁。做什么解毒啊？明狼了都还做什么解毒啊？那我给你打针，你为什么不要针呢、啊？我要吃饭。这里。因为毒针啊。因为他摸了男人的毒药两个啊。那你要去拿煤做事、啊、我去拿煤了，我先把那个熊给他射了，我拿四个煤回来。龙路船中啊，龙路船上的气氛。杀熊，杀杀那个熊了，走啊！那熊被我射了好多箭，我操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半路看工程出来，我射工程去了。直接去搬甘油，直接走。打这熊干嘛？啊？这个熊拿煤啊，往前开啊！现在这不是没有。不要打那个熊了，有煤了，有煤了，不要打。我看船一直没开啊。熊身上还有我的剑呢，我得把我的剑拿回来。我这十八根剑我得拿回来呀。不然多难受啊！船上没人让我救，有点难受啊。查
差不多了，刚才都射他好多箭了，你船都没人开，他一直说有没有，没有个嘚儿没有，我操，工程师又没搬煤，他就搬了两个煤，说的像真的一样。硬是把我的箭都没射中，我还射了两箭。不是怎么会聊到商朝是怎么亡的？我真服了！打个游戏，你他妈聊到商朝是怎么亡的？你妈这船上是纣王在开船的？这人真的太也太离谱了！我操，商朝怎么亡的都说出来了！我 OK OK OK， 师傅，狼是谁啊？我到现在不知道狼是谁，工程跟谁啊？工程导航呀。哦，好的。工程死完了，没命了。导航开局还骗了我一根针，我操！导航回来了。我死回来了是吧？没死回来，开灵界回来的，给你们送煤来。摆烂了。哎，还没上去船，哎，就很笨。你给我造船吧！别打！真的送没回来。哇，这个导航你妈是真他妈不要脸！我操！真他妈不要脸，还给你们送煤！我吃大份，我吃大份。个臭蛋！不是吧？我也不删。给我，给我，我可怜。没，给我，打谁去？给我，快点，你给我。我老走了。你真不是吧？我操！给我！真大胆出手！我操！我得炸熊去。厨子是上大粪的人的，厨子。你说你不做饭，你做饭去多好，我还加这份。你们饿吗？饿。丢人！我操，这导航！我要骂是狼，我不给这妹妹杀到沟里去，我必须得给他，必须得杀哭他，我真丢人，我。还弄三个煤桶回来，我操！他一开始就没想做狼，我。丢人，我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那我的，哎，跳的不错吧？不是我的，没错。把熊杀一下。熊还在吗？熊还在吗？熊还在。我躲完大红去了。熊搁哪呢？有夹子吗？这里。我操，他看见你了，兄弟，糟了。没事，我甘油炸他。你爆甘油炸他？已经上山了，已经上山了。我就干一大了，炸死了！你还活着吗，船长？我不知道，熊呢？炸死了没？熊好像被你炸死了。没夹子呀？熊好像被你炸死了。炸死了是吧？炸死了吗？你怎么活下来的？你跳下去的？没啊，我躲建筑后面就没伤害了，伤害就小了，就一点点了。没血啊！快让我扎一针。有血有血，我还有血。我没血，兄弟来。这也行？飞了吗？这船长怎么活下来的？我得加大分去。那这分都没分了呀。拿分拿煤。我得加大。不行，我刚才没加。你他妈随便乱扔，这他连熊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不是你们别说他这个，他他妈连熊在哪儿？那熊在哪儿？熊在哪儿？哎，你那个要那个狼偷两罐饭嘛，炫几罐妹妹的饭，也给他加加分，挺可怜的一孩子。我还不够呢，这女的想骗我，还不够呢，不够呢。我沉默的冷酷无情男668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我榨甘油，你把我杀了，整顿饭，他想偷我甘油，给狼加点分，我可不会让他偷我甘油。我的腿，你是菩萨是吧？我这坚强的男人，怎么让人一个人玩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人都投诚了，还给你送肉，还打的，你还想打？我可不能把这甘油给他，错过了，导航了，导航开局都骗我，把船给炸了，真有你的，不是你。
能给你变给他。会玩，他不会玩，我真的没。炸船分全扣光，老惨了。不会玩就放满的，这也就这么简单。你要实在不会玩，就放满就完事了。放满你赢不了啊，放满。也主要是他不会玩，我不说什么，就主要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我一个人真的。厨子，救我一下！妹妹，你往前贴，你等。妹妹没回来呢，等等妹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他咋了？吓死我了！狂加的。等等妹妹。带三桶煤就是。嗯啊，没办法。哎，三桶煤就好人了。这招怎么样？既炸了山，啊，又找了妹子扛了。我谁没血啊？万一炸一个。你懂个屁你！妹妹饿呀。我故意倒地，然后让妹子救我，是吧？你又不懂，你这年轻人血的，一点心眼都没有。不是我说的，我给你加一个。我都回来了是吧？开了，船上还造图腾了。嗯，我左右两边一人一个。这不护法吗？给船长护法。这布阵知道不？这宝。这造俩图腾开得快。谁打我？这个观众分不要了是不是？分不要了是不是？啊，不要了是不是？谢乌禅光送的一个吧，感谢四五个打分运营，感谢老汉包了，谢谢 SDSDS。还有一次完成任务，把打完了拳击，来不来？拳击。第一次在好人面前玩古代，一毛钱参与抽奖，完成任务。谢谢汉帝送的。拳击啊！我靠，不拳击吗？啥意思？我操！我真都没打。我这把得分很低啊，可能连四千分都没有。有四千分吧？四千分可能都没有。我这把得分很低。这个船如果没走的话，我决定再来一把。我应该是狼了，我得给他们好好练一练。你看，3918，人没走，我玩个枪手吧。把两个妹子狠狠的操练一下，妹子还没走呢。人呢、啊？人呢、啊？怎么人全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墨迹了，太慢了。他这都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去了。算了，我得弄个秒开的。人家说话挺正常的，怎么别人就恶心了？又没发疯公主病。然后他不是正常在玩吗？他是开了一波倒船之后说自己是好人。然后我在那边说这个等，闭着眼睛看也不能看成这个高度啊。我船长他是什么嘛？船长他是开完倒船过后他就跑了，跑了过后他准备去建图腾，他发现一个骨头都没有，他就想回船了。你别叫，你他妈出来嘎我！我操！不对不对，枪手，你看我没有出细节吗？咱们当狼就先杀了枪手，枪手巨好杀，他都能把自己玩死。这怎么不好杀？这枪不随便抢。我觉得可以。我竹子杀枪手扣了126分，然后我给枪手来了一针，又加了100分。竹子都能杀枪手，欢迎进直播间。他奶奶我知了，我那边一套装备给他。他是不是说了句他就是欢迎进直播间？鸭儿有。这时候应该说什么？你这个时候你塞八洞。我听到他说了句欢迎进直播间。我不当狼了，再也不想当狼了，好吗？太他妈 Z 了。哎，谢谢丽丽头。我感觉你们这个房挺奇怪的，都是在炸的边缘上。这个香港房吧，香港房应该会这样。得进那个东京房。他奶奶个腿儿。你说的这不废话吗？玩这个游戏哪个主播不比我大呀？我一到12点还有20分钟，我就剩17个 W 了。但凡玩这个游戏哪个主播不比我大呀？是个主播都比我大，我还有20分钟，我马上就剩17个 W 了。被人肉啊！被人肉，你过来找我，没关系。太无情了，怎么踢人呢？
瞧不起人是吧？因为我十六个 W 就踢我是吧？嫌我人气低就踢我是吧？感谢抓住白怼怼送的黄卡，一毛钱一毛钱中奖了，同学们可以参与一走，只点一下就行了，就点一毛钱，吃不了亏上不了当，不中白不中。正好完成了那个任务，完成了徽章任务，啥意思啊？我进的时候房间爆炸了，它倒计时结束了会显示的呀，后台也能看到的，后台会直接那个系统发给你消息的。感谢子不语大老板送的魔法书，谢谢子不语大老板。董卓，救救童宝，董卓一个，桃号，董卓号不是娇娇，董卓号又，董卓已经在船上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选位置啊，兄弟。选位置啊，亲戚来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导航员来了，有麦有麦。OK OK， 开船了，兄弟们。你说我虽然是个小主播，但是我进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女大主播，就是这就是实力。小主播的实力，谢谢刘小化续费的骑士，感谢记住微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火云满山送的黄卡，啊，把把都有。哎，我不做好人了，我不。五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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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人没进来卡住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如果船长是狼的话，对吧？他一开始不开船，就把那个船那个煤浪费了，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，那没素质。第一天不开造船的，就是刚开始不开造船的。你把船开到冰面，八块煤开完，你想怎么玩怎么玩。就一定是要第一天必须把船开到冰面，两段够吗 ？OK。开到冰面想怎么玩怎么玩，这规矩其实不太好，我觉得。OK OK。船长也是个玩家，我操！是一点啊，这规矩有点不公平。焦煤啊，兄弟们！不是，我游戏界面还没进。OK OK。船长拿几块？船长拿了几块？哎呦，有移动速度跳这地方跟他妈玩似的，我操！这领航员真变态，我操！有移动速度玩这跳这跟他妈玩似的。这个船大概率都是大菜逼，我操！领航员不玩我。领航员这移动速度，我你妈杠杠的。看情况。啥叫看情况？平推就走左边了呀，你跟我走右边干嘛？我打中熊也走右边，上山你就走右边了，谁规定的？我你妈一匹马，怎么这个骨头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出一个鸦片钉，这什么游戏这是？骨头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直接出个鸦片钉，我操！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卡批号啊！我在哪儿？我怎么卡到这儿去了？哎，我鸦片钉呢？还在。我刚才不是喝了吗？给自己打个灯。
工程师都跑过来了。哎，我鸦片您不是喝了吗？我滑稽滑稽真滑稽，怎样嘛真滑稽。别搞我啊，狼兄，你搞海豹去啊！哎呦，我还顿了一下，斧子可以直接造，导管直接滚蛋。再来根针，嗯，背后这个蓝呢跑哪儿去了？背后这蓝给他跑哪儿去了？这儿有个蓝的，他现在木栅栏有点随机。这哥们开了这个都不动就走了，这也是一个看不懂的操作。木头呢？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木头呢？什么游戏？斧子砍下去没木头的，嘛玩意儿？我没掉线，这不是能挖的吗？这木头去哪儿了？那木头砍出来，熊都死了。我操，木头去哪儿了？怎么东西都不见了？哎呦，我顶不住了，转一圈没木头，我操，我顶不住了。我不是来挖煤的，我来打中熊的。你看这里不是好的吗？没问题的吗？真奇怪，我打中熊的呀，兄弟，我不是来挖煤的呀。真滑稽啊，这真滑稽啊。熊已经死了，熊好像死了，我看到了，熊死在对面了。反正也不放我，我也不管，他们也不放我。掏个煤桶吧，挖煤去。这太离谱了，我操！煤也被挖掉了，中间连煤都没了。枪手是狼，我看到了。枪手，我先回船。救厨子，救厨子，船长，救厨子。死了，我身上有两个钥匙，去拿一下。船长怎么不救厨子？糟了！工程师别跑，来帮你了。工程，你不是狼吧？工程，
害怕。我就应该回去的那会儿，你知道吧？我他妈的不应该。你把我给摸回来了，我操！你钥匙给我摸回来，我身上还把军刀，我操！啊！有人啊！木板吗？我能做饭。妹妹，看看我，看看我。没事，他们没舔工，我把工丢了。我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妹妹，看看我，枪手工程。别叫了，除非舔资源。枪手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是工程直接溜了。工程，工程枪手，工程枪手。我看见船长掏了那个厨子的背包。我把肉带回来了。啊，把肉带回来了。肉吗？我把厨子的肉也带回来了。厨子这还有点肉。他没做饭是吧？我先帮他做饭吧。直接做饭吧。饭点起来了，已经点起来了。哎，没点吗 ？OK。让厨子来点吧。没点，我摸的那个啥。厨子，你回来点一下饭，厨子。OK。你把那个饭拿下来，再放上去，再点一下，你有加成的，速度快。好呢，好。妈的，把工程师放掉了。船长当时在那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。中间掏的六块煤呢？我加了两块了，医生拿走两块，我加了四块了。这里为什么有根针啊？不可能吧，这是毒针，不可能吧。枪省孤城明狼，这应该不可能是毒针的。兄弟们，这根不可能是毒针，真的。对，他为了拿东西换的，然后他自己又忘记了。我得去打狼了。记得解钥匙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一个人在牢里呢。我在找，我在找。船上钥匙找过没有啊？船上有一般有把钥匙的。找过了，找过了。你往哪开？往右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右开，往右，右打死，右打死。我觉得人家不是笨逼的，他们被笨逼打死，他们是什么了？说别人是笨逼，他们被笨逼打死的。好了 ，OK 的。那个船头就在那个冰山前面，别打死。没有，刚刚被他打死了。给我去。那船又不开了。应该还有铁吧，咱们那饭全吃完了吗？
第一个是零，第一个是零，密码第一个是零。船长吃了一罐。第二个是三。第二个是三，船长第二个不调三啊？怎么不调呢？第一个是零啊。我再加两块煤，往前推一下。三四五，让我拿了。零三四五是吧？那你试后面两位不就行了吗？把后面两位拨成零开始试一下。中岛没拿了是吧？三四五，中岛没拿了是吧？中岛拿了，加煤啊，加煤我开床。倒数第二位是九，我说完了。怎么有人说第二个是三，又有人说第二个是九啊？倒数第二位是啊，倒数第二是九，那不是开了吗？可以开了吗？来来枪手大残啊，枪手大残，这个被我干死了，把他肉给剥了，我拿下剑，我拿下剑，兄弟，哎，那个让我把剑拿了，你拿，我帮你砍下狼。OK。那只狼呢？那必须全我的。来，你换把武器，你这个拿这个武器，这个武器厉害。哎，你把那个刀扔掉，我把它扔掉。那刀没用我的。那该我拿的，这东西该我拿，怎么了？我缴下来的。两个宝，我操，确实是两个宝。回去吧，厨子，你只有一条命了，回去吧。OK， 你血够吗？枪那个工程打中我一枪，枪手是他妈真的歪，我操！那枪手是真的歪，不是假的歪，我也比八波比八波，我操！船开到哪了，牧师？在前面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船长哪能说句话吗？船长在这，我往我这儿走，来了，来牧师在这。看到。别出去了，兄弟，晚上降两个温了，医生，别出去了。哎，我就知道他们大概率在那个营地，所以我才过去的。哎，主要身上没装备啊，啥都没有，很烦。枪手和那个枪手和工程师是狼，然后枪手被我打残了，工程师被我打死了。哎，你行了，你咋打死的？你咋打死的？我问你们，你在哪儿射的我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试挂？你拿什么角度射的我？刚才啊，导航，我问你呢。我就跟那个猎，我跟厨子在一块，不是我在右一营的坟上呢，是呢，我让你射成一丝血了，是那会儿是你真正射的我，但是我剩一丝血开灵界跑了，你怎么射的我？我开灵界跑了，你都没有看见我，我怎么死的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工程还是枪手啊？你那别演吧，我是枪手。你枪手怎么死的？我怎么知道了？你枪手该灵界，该灵界，我不是我打的你，我没打过你，我打的是工程师啊，你问工程师啊。那都没有人有角度射我呀，那船上还不是我打的你，是我打的是工程师枪手，我没打你，你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你去哪了，我说你被打残了，笑了，然后工程师出来，我打的是工程师，你冻死的，可能是你可能没温度了，冻死了。
你妈这什么人呀？这是。厨子，我要吃个饭。厨子。有了有了，坐好，干肉。船长呢？有没有基建？有没有基建？两块没。基建没有，基建没有。两块没放进去吗？我来开船，我来开船。厨子，厨子有基建没有？厨子。厨子没开到。